小鹿来了，大大眼睛，可爱模样，看着镜头，表情好萌。贪吃的梅花鹿跟着四组屁股后头一直走，为的就是要吃草、吃个饱。哎呀，一顶囊哦，一顶囊啊！这六只小鹿进驻彰化鹿港，期望能打造成台湾版的日本奈良。奈良著名的梅花鹿在奈良公园街上到处自由啪啪叫，同样不用门票。彰化鹿港则把这六只小鹿放在鹿港生态公园圈养，日本奈良梅花鹿爱吃鹿仙贝，一包仙贝50块台币，而鹿港镇公所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划，为了提振观光，特别引进梅花鹿，先来亮亮相试水温，期待借此吸引更多游客。自信它是野生的动物嘛，那应该还是要让它回归大自然，这毕竟大自然是它的环境，是在大自然这个环境让它好好的生存，这是才是应该最
跟台湾的合照，看见金发碧眼外国人瞪着大眼还张嘴微笑，但换成了亚洲人摆出臭脸，甚至还翻白眼。当然，这只是伯君一笑，但奈良小鹿的可爱模样，如今台湾也看得到。鹿港能不能走奈良模式成功吸引观光客，就靠这六只小鹿拼一拼。陈孟辉彰化报道。